做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新的要向皇上告发您了。什么？这个贱人竟敢跟本宫作对！走，我们去找皇上。娘娘娘娘，你慢点呐、啊！别拦着本宫。那边好像有一个人哎、欸，真的耶！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好啊。天哪，这不是我爸的秋华吗？哎、欸，秋华，你快点醒醒啊！哎、欸，赶快快过来帮忙！好啊。我赶快把他叔叔绑住吧。好。你的头，你还记得刚刚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们怎么都穿得如此诡异？把他的手机啊！我要离开这。哥哥老师的办公室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金鱼最喜欢的山野怪哎，你记得金鱼吗？他就是李佩珊啊。似乎有点印象。哎，你看，张海星哎，他是我们专业外语老师啊，还教我们专业外语的。我越来越期待这个课程了。你终于恢复正常了吗？对。我恢复正常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好吗？娘娘，太医，太医。娘娘，你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的。有什么事可以跟奴婢说说啊？退一下吧。这是